今天是农历七月三十，也是鬼月的最后一天。结果台湾引爆小朋友八个染疫，这个是未来一个隐忧，我非常隐忧，因为我在年初就预言，我的年初都预言讲，100公分小朋友要注意，尽量少进出公共场所。幼稚园即马被小朋友染疫，我期望、期许、拜托各位，今年、新秋年、2021年的8月15日，绝对唔好亲戚，绝对唔好什么咧，在什么烤肉。像我60几岁，古早那有咧烤肉，那是一种什么？较早的年代是中秋节，就是说袂使比月亮，因为迄比月亮意思月亮就是月亮，迄就是代表一手比别人，四手比家己，就是要自我检讨。所以我们要如何防范未来？这小朋友若去扩大，去传出去，台湾是无救。所以我非常语重心长，拜托的各位，大家有看到的朋友。中秋节绝对唔好阁烤肉群聚，到农历9月初9，台湾的疫情一定爱做谨慎、做严重，好好度过今年。